成立已经有30年，以传统舞蹈为主，为着增添灯会期间演出的可看性，除了文祥舞蹈团在内舞者之外，也阁特别向全台舞者进行招考，网罗各种的舞蹈人才。这次制作一出定目剧《爱情天际线之乌托邦》，由年轻导演江碧良编导，在灯会期间拜六礼拜表演。文祥舞蹈艺术总监郭淑芬讲，为着这次的演出，来自北中南将近50位的舞者密集排练大约2个月，这次制作一出定目剧《爱情天际线之乌托邦》，由年轻导演江明良编导。在灯会期间，拜六礼拜为民众带来30分钟的舞剧，呈现多元舞风。张县长这次为了灯会，也是很辛苦的画了很多嘉义在地的山海平原的一些画作，那我们就把这他所辛苦画作用作投影的背景，那把它串成一个年代的一个故事，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到现在的一个新时代的一个舞剧，这样子做30分钟的舞蹈舞剧的演出。那这是县府来委托文祥舞团来制作，然后从回顾50年代一直到现代，然后各个时代嘉义，那以及世界所流行的歌曲，然后透过跟县长的画作，然后还有舞蹈，然后透过音乐共同来做相关上的串联，来展现出来了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那这一个是定目剧，也就是在灯会期间的每个礼拜5、6日3天、只要是逢5、6日它都会来上演，那欢迎大家共同来观赏，那绝对会让你内心澎湃，然后会非常的慷慨，那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歌曲和舞蹈来回顾过去我们一同走过的路，然后也来呈现出来嘉义对于辅导我们的杰出表演团队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台湾灯会精彩之处。主题节目总共分作7段系列，定目剧场系列将以嘉义县政府展现丰富的表演艺术创作能量，制作一出定目剧式的舞蹈剧场《爱情天际线之乌托邦》，由嘉义县文祥舞团郭玉文团长统筹，邀请嘉义县年轻导演江明良编导，嘉义县杰出团队文祥舞蹈团主力单工演出，在灯会期间进行多场次主题制作演出。最新新闻，朱乃行，嘉义县采访报道。